22行车中下坡路制动突然失效，应急处置，有强档，也就是发动机制动，也就是咱们说比方说5档到3档这种属于强档，还有利用障碍物停车，比方说路边有山体，有树木，刮蹭树木，刮蹭山体，刮蹭树木不一定能做好的，刮蹭山体，哎，相对还要好做一些。